带您关心今天最新的欧美股市指数，还有金价、油价。在美股的方面，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113.37点，收在28308点。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37.61点，来到11516点。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下跌了0.02点，来到2385点。而在英国，金融时报的部分呢是上涨了4.57点，收在5889点。德国法兰克福指数呢是下跌了117.71点，来到12736点。巴黎政商工会呢是下跌了13.34点，收在呢4929点。而在金价、油价的部分，金价是下跌了2.29元，来到1909.4元。而油价的部分呢上涨了0.68元，收在41.51元。